哇，我是加油。怎么样了？你2015年도이제얼마나지않았어요2016년也没剩下多少日子啦。뒤돌아보면참바쁘게지냈던한해인것같습니다回头一看，真是忙碌的一年。이쯤에서2015년에가장기억에남는일들을하나씩뽑아보면어떨까요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聊一下15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好吗？좋아좋아그러면소민이부터从夏明开始吧。와신아인예타의 V 차트 참관한기억이가장남습니다对我来说，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是音乐台 V 房进入到三官网的这个事件。네여러분덕분에또하스타상최고인기상그리고지연이가1분1초로영예상까지수상했습니다네做了你们的福，我拿到了热门明星奖，而且最拿到最高人气奖，而且我们的智妍通过一分一秒拿到了最佳女歌手奖。네我정말너무너무감격스러웠는데요이자리를빌어서또팬분들께다시한번감사드립니다谢谢非常的感激，所以通过这个舞台再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声感谢。明年我也可以拿到哦，可以拿到哦，맞아요？对，맞아요。可以拿到哦，你歌手奖吗？어려웠어요네키리언니는네저는완전미쳤네로저희가오랜만에또활동을했던게기억에남는데요맞아맞아对我来说我是今年依靠完全疯了这专辑来表演演出的这一点네뮤직비디오촬영도굉장히재밌었고덕분에참바빴던여름을보냈던것같습니다拍 MV 的时候也感到十分有趣所以今年忙碌的度过了这个夏天저는티아라중국팬카페가걸그룹최초로100만명이돌파한일이와大家知道吗 ？Tiara 中国粉丝会破了100万的粉丝，而且这是女歌手团来说，这是头一次破100万的记录。네지금은150만명이넘었다고들었어요。我听说现在已经破入了150万的粉丝。哇！팬여러분들의뜨거운사랑을느낄수있었던일이었던것같아요。通过这个我非常的能感受到了我们粉丝们对我们的爱情哦언니는저는저희티아라전원이출연한웹드라마달콤한유혹이생각나는데요네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 TIARA 所有成员参加的网络电视剧甜蜜的诱惑拍摄네연기는또무대랑또다른매력이있잖아요演技跟唱歌有 不一定的不大同小异 네다양한매력을보여드릴수있었던시간이었던것같습니다所以觉得网络电视剧通过这个网络世界的机会我们能展现出我们的另一种魅力소연언니는네저는요아무래도티아라가본격적으로중국진출을시작한해라서더욱뜻깊었어요对我来说我们 TIARA 在中国市场已经慢慢的深入到中国市场了这一点我感到十分的值得回忆네또너무좋은분들과일하게됐고그덕분에또중국팬분들과만날기회가많아졌잖아요因此我们就遇到了不少非常棒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我们遇到了这种我们的很多粉丝朋友们또뭐저는또뭐최강대회에서주걸륜선배님도만났고요而且我还遇见过了周杰伦前辈呢한등아윤정씨는요어저는어일단우리티아라가어중국의료광고게임광고등등게임저기광고촬영을중국에서할수있었던게기억에남아요对来说呢我们 TIARA 成员在中国拍过了衣服装广告而且游戏广告这个东这件事情值得回忆점점앞으로 CF 계에러브콜을많이받을것같아서힘써요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了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广告界的新星我们会继续努力그리고또그리고그레이트차이나투어콘서트로
팬 여러분들을 만나는 일이 무엇보다 의미 깊고 좋은 일이 아닌가 생각합니다. 我觉得通过这种的演唱会的方式跟你们一起见面一起互动一起玩这是非常值得跟你们一起共享的一件事情 앞으로도 우리 이렇게 계속 만날 거죠? 我们会一直这样跟着下去，是不是啊？ 네, 정말 여러분들 때문에 2015년도 너무 행복했어요. 所以因为有了你们，我觉得2015年非常的幸福。 그럼 2016년에도 변치 않고 우리 계속 사랑하는 거죠? 所以你们一定要16年的时候像15年一样这样深爱着我们，好吗？ 와, 감사합니다. 谢谢. 네, 그러면 다음 무대를 이어가 볼까요? 네, 좋아요, 좋아요.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表演。 좋아요, 좋아요. 네, 만들어 놨네요. 네, 그러면 저희가 다음 곡으로 Falling You와 괜찮아요 들려드릴게요. 下一个表演是 Falling You，然后没关系。